他跟君宇姐还有床底之事吗？当然有啊，一周几次这样。你看我就知道，你看又来了，我还是打鼓。你跟说什么？你跟君宇姐已经分床？哦，那个是谁说的？我也不知道。有吗？有吗？没有。也不是分床啊，就是大家有时候就各睡，都在隔壁而已。分房这样子，因为我们到了一个年纪，已经习惯一个方式休息，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，我们都想要做自己，也要让别人做自己。所以要是我想晚睡，可他早睡，那你要起来，你两个睡在一起，真的分开，只是在夫妻两个床，就是分房吧，两个单人床。哦，那谁先提出的？我女啊，不是没有，怎么搞那么复杂？他跟君宇姐还有床底之事吗？你问得太深了，没有，我问得很文雅，对吧？当然有啊。哦，你回答了。那三立新闻网还要问频率，一周几次？对，你看我就知道。你又来了，你看我就知道。我还是打鼓。好好。别问这个了，别问这个了。走啦。还居然为了这个跑掉了？会不会一年只有一次吧？